各位先生、小姐，相信你们都已经做完了。再看一下，你做对吗？单会进有来吗？会进有来吗？OK，差不多50、60个人没有来，60个人没有来，哎，没办法了。OK，来第六题，我解释一下第六题，准备。OK，第六题，SBM 95年，啊，这个也是一样。你有可能你爸爸妈妈还不认识，我把以前的跟现在的全部都送给你们。OK， 1992年4月1号，你们买 machine 8000；1993年1月1号，买 machine 10000。Jadual di atas menunjukkan aset tetap yang dibeli secara tunai oleh syarikat Suria Sdn Bhd. 以上的全部是用 cash money 买的，除税一年下价 20% atas cost。Atas kos sensing ni, 智慧了啊。Pada 31 Disember 93, 那就是第二年年尾。Machine yang dibeli pada tahun 1992, dijual dengan harga 4500. So, 第二年啊，第一年你买的 machine 8000的，将会把它卖掉。几时卖？93年12月30号，卖多少钱？4500。可是问题来了。他说卖4500，他有讲说用什么方式来卖吗？没有，所以如果没有的话，OK，你可以写 tonight，也可以写 back，你可以写 tonight，也可以写 back，OK。来，这一题如果你可以错的对，代表你已经明白了。现在等一下我们去第七题、第八题跟第九题，它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题目来问 SBM，他问第二种题目。
好，来，现在我们注意看第二种类的 SBM 题目，给这个数十年来。那第三种类的就是好像第几题后面 OK， 第一题知道刚才的第六题，它是其中一种的 SBM 题目。那接下来第七题到第九题，它是另外一种的 SBM 题目。最后一次曾经出在 SBM 零八年，还有其他的08年，你看到零八年的题目又不一样了，第十题跟十一题，所以换句话说，不如不算它的题目只有三种类罢了，所以你只要懂得它的方式，说安生呀也啦，阿哈姆迪利啦 ，OK。Before 我们进最后一种，我先跟你们讲先，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没有出席，今天差不多整50多个没有出席，所以各位先生小姐，所以我就打算 OK， 我们的 tuition 是星期日晚上 OK， 各位先生小姐 OK， 各位。所以我现在不能做一个决定先，所以很多人呢没有来今天，所以我不能做 replacement， 因为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新年我会干地给你们，说新年我会干地给你们，说我的方式是这样，注意听一下，15号 ，OK， 星期日 ，OK， 16号 ，OK， 星期一，听一下。这个是晚上7点半到10点，这个是4点到6点半 OK， 各位先生小姐，所以这两天星期日跟星期一我就把它分成两班来教你们，意思说你们全部都是 attend 合班，意思说你们的 form 4三个班里面全部来星期日晚上我教一个，星期六下午也是一定要来，意思说这两天我就放两个课程来教你们，因为你们都有考，对吗？首先你们有考，我觉得你们好像不达拉波不能多考，不达拉布也是有考试吗？来回答我一个，你们学校这一次的考试，不达拉波不能多考，不达拉布有考吗？随便一个回答我。有。OK， 谢谢。所以当然不能够跟意思说第15号 OK， 这15号我就接下去给叔叔来给他玩不如不散。那么接下来一有空不了我们就进胡达拉包不能够跟胡达拉股 OK， 所以至少这两次呢能够多多少少能够帮助到你们一点点给这个18号的考试 OK。所以不要紧，我再讲一次，那些没有来的请帮忙通知他，除此以外我会放在 group 里面听一下。下个星期15号跟16号这两个我就分成两班来教，意思说合班的意思说你们全部必须要到15号星期日晚上一次，还有16号星期一下午一次 OK， 就是甘地给你们的新年，意思说一般我就教完这个布鲁布山，还有一般我就进胡达拉古，布隆杜干胡达拉古跟胡达拉波布里 ，OK， 必须要出席，明白了没有 ？OK， 那还有 OK， 还有等新年过了才讲啊。对，来准备听一下，应该是没问题啊。所以等一下我会放在 group 给你们看一下。OK， 首先听好，我放一个砖头。你发现到这边有一个 Imangan Lucas， 注意听啊，用心的听，没有的话等一下第七第八第九三题你不会做了，所以我再讲一次，这个听好好来，请不要退出先，请不要退出，你退出等一下六七八你不会做，对吗？我讲对不对？所以你这是听我解释一题，等一下回去做，回去什么反正你都在家，哎呀 ，OK， 听好啊。
这是 Emmanuel Luga 30号 December 2023年，他给你们 machine 5000，给你数十年 machine 5000。OK， Malumat tambahan， 他要求你们 kadar 数在一年18%。Pada 31 Disember 2023年年尾 ，machine dijual secara tunai 30,000。你的 machine 原本是50,000的，卖掉卖多少钱？30,000。那么最后 ，Tarik Imbangan 要求你们 close account 是在12月 December。我再讲一次，听了哈 ，OK？ 你们的 Imbangan juga 显示着你的 machine 50,000。旧的数学的公布 machine 5000 maklumat tambahan 他要求你们一年数学 10% 他没有讲 bagi berkurangan 小心在31 December 2023年你发现到一年不了这个 account 是一年不了 machine dijual secara tunai 30,000要求你们每一次 close account 12月31号来准备好首先听好如果 A 他要求你做 account machine他要求你做 account machine， 听好哈。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这50,000 debit， 你就把它放在 debit， 这50,000 debit 放在 debit。日期我讲过了，从 Emmanuel Luga 带下来，回到他的第一天，那就是今天。如果2023 12月30号，他的第一天就是1月1号。不丢不丢，在这边写成什么？写成 Bucky BB。所以我再讲一次 machine debit 50,000开 machine 写在 debit 日期呢我讲过了如果这是 Emmanuel Luga 回到他的第一天如果这是 Penyata Kedudukan Kewangan 跳一天我讲过了如果这是 Emmanuel Luga 回到他的第一天他的最后一天2023年12月30号他的第一天就是1月1号2003如果这不是 Emmanuel Luga 它是 Penyata Kedudukan Kewangan 这里的日期就是跳一天2024 1月1号不就写 Bucky BB Debit 写在 Debit 50,000那不要忘记在这个日期他决定把它卖掉了在2023年 OK 12月30号决定把它卖掉了写 Perlupusan machine 再写 Perlupusan machine 这边写什么写它的原价在无形中这个 account machine 扭曲了把它带下来 debit 写在 debit 回到第一天写 Bucky BB credit 代表处这2023年12月30号你决定把它卖掉写 Perlupusan machine 事情很简单写一个本尼兰计算计算什么计算它的数十年来是在一年几八仙，一年十八仙，五十千 ，OK， 乘以十八仙，答案就是5000块 ，OK。如果是 bagi berkurangan 呢？如果是 bagi berkurangan 呢？所以你必须要拿50,000减掉5000才乘十八仙。如果是 garis lurus， 拿50,000这个不要去管它，直接5000块。如果是 bagi berkurangan 那50,000减5000才乘18%， OK。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account B， 他要求你做什么 account 数十年来的公布 OK machine 这个呢或者会比较容易 credit 把它翻下来 credit 我讲过了日期呢回到他的第一天2023年1月一号 ，Bucky HB 写成 Bucky BB， 那我再讲一次 ，Credit 写成 Credit， 日期回到他的第一天，目的写 Bucky BB， 接下来今年的数在多少钱？5000块，写在这一边，写什么呢？写运动 Rugi， 多少钱？5000块，两个就把它加起来，两个就把它加起来，5000加5000。10,000 OK 这边呢就写2023年12月30号写什么呢写 Bucky HB 啊不是这不可以写 Bucky HB 因为你决定把它卖掉了这个日期那你就写 Perlupusan Machine 我再讲一次
旧的填在这边，写成他的第一天写 Bucky BB， 今年的写在这一边也是一样的位置写 Undergy 5000块，两个加起来10000，所以不可以写 Bucky HBBB。 原因为什么呢，各位先生小姐？因为你决定把它卖掉了，我卖掉写 Blubusan Machine C Hi Echo Blubusan Machine。 各位请看一下日期全部同样的，2023年12月30号，2023年12月30号，这边写什么？写 machine 就是你要原价多少钱？50000 ，OK。这边写什么？写苏苏尼莱德里贡布，写苏苏尼莱德里贡布。这一年里面总共的时代是多少 ？OK， 10000块。接下来他又讲，你卖出去。价钱多少 ？Cash money， 赌来30000。你卖出去30000。这一回，请各位看一下那里比较多。总共的 machine 50000，你得出来总共10000，卖出去，赌来30000，这里得到 Ruby， Ruby atas perubusan machine， Ruby atas perubusan machine， 多少钱？这里50000。50000 ，OK， 减掉40000，等于10000块，哎，明白吗？可以不可以明白 ？OK， 那如果能够不能明白，我只要求一样罢了，那就是请在这边做一题，你做一题，我就可以知道说你会不会明白。OK， 这个等一下我拍了放在 group 给你们，你们暂时不要抄先。这个等一下我拍了放在 group 里面，要等一下你要抄进你的书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各位请看一下第七题，第七题也是 SBM 2007年，他给你 Imbangan Duga 30 June 2007年 Computer 跟 Susunai Computer， 请看一下他要求你做什么。第一，要求你开 account computer， 如果他要求你做 computer， 你就跟着写 computer， 如果他 automatic 换成 Arab Java， 你也跟着他。 B account sudah terkumpul， C perlepasan， D 个人的看法，berikan dua faktor， 为什么yang menyebabkan komputer syarikat mengalami susunan， 你的 computer 用久了会有susunan，每一个 computer 都是一样，用久了有susunan，对不对？你买的时候一粒3000，卖出去一粒300块，对不对？为什么？讲出来你的心血，你的来潮 ，OK， 你的看法，你的 opinion， 等一下我们才看。OK， 首先听了，你的 Imbangan Duga 最后的日期是6月30号，2007。说他的第一天，回到他的第一天是几月几号？前面加一，后面减一，还记得吗？说等一下你带下来这边的日期，2006年7月1号，2006年7月1号，写成 Bucky BB 6500，不用紧。第七题，四十年20%，在2007年6月30号。Computer dijual dengan harga 2340, close account 是每一年的6月30号。OK， 所以他有讲，叫你们 close account 几月几号。OK， 来，请你们做第七题。第六这一题你不用做，你要做也可以，你空做你的书，所以等一下我拍在 group 给你们，然后你们把它抄进去。都你们。你们做在这边一题，说至少你们还有两题。
OK， 来，我解释一下，准备好没有？听一下啊，第七题、第八题、第九题，题目差不多大同小异啊。这个题目听好，他给你一万个卢嘎，听好，他如果给你一万个卢嘎，听一下啊，我再讲一次，下个星期 ，OK， 15号跟16号。请一定要出席，然后没有的话你自己会什么不了 ，OK？ 而且你都知道，新年每一年都可以度过的，对不对 ？SBN 考不好就是拜拜的 ，OK？ 我希望你们会想，而且我要看几个人出席 ，OK？ 因为都还没有新年嘛 ，OK？ 第七题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 email and luga computer debit 你就写在 debit。日期呢？回到他的第一天，回到他的第一天。如果他是最后一天，2007年6月30号，他的第一天我讲过了，前面30June加一7月1号，后面2007减一，所以就变成2006年7月1号写八 KBB。那么最后一天他已经讲了马路马第二，2007年6月30号，总共他要卖掉原价 ，OK？ 所以这个本业呢，他没有日期可以填的。就是6500乘20%，你要乘什么日期都没有日期。你看，今天他的第一天7月1号，他的最天6月30号。OK， 2006、2007够一年吗？够啊，所以没有乘月份了。OK， 千算不了，明白吗？然后 ，OK， 所以电脑 computer 在这边年头年尾距离一年，所以不用乘月份了。这一题没有月份可以乘的。啊，除非我 just 给你心理准备，第九题啊，第九题要小心，它有成月份的啊，因为它卖的日期不是它的年尾，它是中间的时候卖掉。第九题啊，如果你就第九题你可以卖的啊，抓得对，嗯，就是代表你成功了。我 just 跟你讲，第九题它要成月份，为什么？因为它不够一年的，它不够一年，就是说没有到一年不了，它就卖了，所以要成月份。第九题不了。OK， 这边虽然等公布最后的呢，回到他的第一天写成 MarkBB， 今年的前三最后一天有没有？在两个加起来3900，这个日期总共把它卖掉。说你的 computer 原价6500，现在总共3000，总共3900。哎呀，我写错了，总共是在多少？3900，对不对？总共3900。OK， 总共3900，那你卖的价钱是多少呢？你卖的价钱2400。OK， 对。那么请问一下，那里比较多？你发现到这边会比较多，对不起啊，所以这边会比较多。OK， 加2340 6240，这边也是一样。哦，这边比较多了，6500。OK。260 Rugi atas perubusan 260，所以如果你答对 OK， 就是代表你明白了。来，这个做本本都让你下啊，有一点错误 OK， OK， 我再讲一次啊，不妨你们一起看一下，你一起看一下啊，第九题，你们看一下题目，第九题花你2分钟不了，你看一下你的 email and luga 日期31 December 2021年，对不对 ？OK， 那么回到他的第一天就是2021年1月1号，对不对？啊，你看一下
真正你们的月头是1月1号 2021， 最后一天是2021 12月30号。可是你发现到第二个 item， 把它 31 March 2021 machine 的 digital 是1900。各位先生小姐，所以你要计算它的叔叔你来的时候，请问一下2021它足够一年吗？不足够，它只用到三个月不了，有没有成三个月不了它就卖掉了，所以不要忘记他的本意在这边，也许你的头脑里面有这个一面想45000乘18000乘 OK， 他一月二月三月只有三个月乘三百十二，如果你的想象力里面都有这样的 idea， 就是代表你成功了。因为第九题他是说，你看他的第一天回到第一天是1月1号2021年，最后一天12月30号2021，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到他在2021年3月甚至就要卖了，所以2021他只用了三个月不了，1月2月3个月，不要去乘一个三个月312，明白吗？如果你明白，那么第七题你会，第八第容易，第九阿哈姆杜利拉，所以我们等待下个星期15号第十题 ，OK， 所以我希望你们用心的看。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们讲啊，最重要的，如果那些学生没有补了的，一定要自己退出。如果那些学生没有补了，自动退出，所以我就从那 Nimlist 那边割掉 ，OK。所以如果那些学生没有补了，请他们自动退出，自动退出，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谁没有补了，我就把他的名字单里面割掉。那第二件事啊，那些还没有交学费的，请你们早一点交上来。你们都知道，新年不可以欠人家的，对不对？谢谢。OK， so good night， 谢谢你们。